尝尝看我新学的饭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东北包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房间有 WiFi， 冰箱有吃的，手机有电量，饭桌上有你，是最幸福的事了。盛一碗热腾腾的米饭，加入土豆泥、鸡蛋羹、香菜、花生米，在拌的时候就忍不住吃了好几口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